生活中都充满惊喜，他们在哭泣，幸福距离一步一步越靠近越近，还有默契更紧密，一起去追明天风景，因为有梦的人最开心。我相信只要心在一起，就有加倍气，爱让世界更有气也没关系，就算挑战很不容易，因为我要你快乐。爱醒着的每一刻，我也与你感受谢谢你啊，杨洋。这次要是没你啊，没准我就过不来了。我以后我绝对不喝了啊。喝酒不会死人，酒后房事就会死人了。不是你这又怎么了？这是我。你在哪儿喝的酒？跟谁喝的酒？开发票了没有？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跟你说了，是内蒙几个客户，他们拿的酒，他们请的客。这个客户啊，最好说的远远的，回去路上呢，来个连环车祸，弄个死无对证，那才好呢。不是，你这唱哪出啊？这是？你是在世纪酒店喝的酒吗？你不相信我？世纪酒店的中餐厅在装修。剩下的呢，就是一个日本餐厅和一个意大利餐厅。请问你在哪个餐厅喝的白酒？我在老周和那个阿拉图他们房间里吃的饭，他们要的外卖，还带着他们家乡什么特别难吃那种奶酪。你还不相信我是吧？我打电话给老钟啊，我替你拨号，你亲自问他，好吧？你问老周我在哪儿吃的，我能在哪儿吃？行了吧，指不定你们几天前已经联系好了呢。我，演，接着演，演呀，演不下去了吧？哼，我看你编到什么时候去。哎，你怎么他？
干妈，哎呦，我的歇歇嘛。不起来了，人急了，转一个，哎，哎呀，嘿嘿嘿嘿，你们俩能不能再恶心一点啊？不是，我说人生啊，过了这个点儿，小子就当不成女主演了，嗯，没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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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吧，你只要当我一个人的女主演就行了。哎呦，哎，看不了，看不了，哎。你小子呀，我看你呀，也没有恶心的资本。哎，你说说你，你和哪一个能够一直不分开？啊，到老了你们还能够相濡以沫呀？你没有这样的人呐。哎，爸，相濡以沫啊，那是退而求其次的说法。人家庄子的原话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你们俩能做到像我这样相忘于江湖，你们俩也不会对着互相吐唾沫了。你还笑呢？笑不通畅。这就是你教育出来的好儿子。陈教授，我说你这人一辈子怎么都这样啊？啊，好的是你教育的成果，不好的都怪罪于我。哎，小子，我跟你说啊，让你妈跟你说一句话。小子，你不是觉得自己挺有本事的吗？啊，那干嘛呀？非要求我们俩帮你和姨呀相互吐唾沫呢？嗯。哎，你小子这江湖刚走了一半，不也是乖乖的回来吐唾沫吗？嗯。听不见啊！哎，一定让他听见！听不见，听不见！哎，回来啦！糖浆买了吧？买了。加瓶的醒酒汤料买了吧？啊。枸杞、山楂还有。买了买了，都买了。爸，我到公司去呢。哎，回来了。你怎么就出来了？你还病成这样，医生叫你休息半个月。哎呀，我到公司去。不高兴。我现在没有力气跟你吵架，我也不想生气。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生气啊？我哪儿错了？我哪儿错了？如果说是因为喝酒，我已经向你保证了，我以后再也不喝了。冯阳，我们能不能停止这种冷战？你干什么去啊？你是不是希望我死？少拿这吓唬我！你就是死，我也会告诉所有人，你不是因为我而死。那我也是活活被你给气死的。我真不知道。我到底哪儿错了啊？要你这样给我脸子看，我好歹对这个家是有贡献的人吧？我哪儿错了？你可以告诉我。你没有一句实话。你那天去哪儿了？跟谁在一起？你查，你一个个把电话打出去，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呢？来查呀！这么些天，该删的早删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想跟我好好过。不想好好过的是你，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这是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事情。
在我决定回来的前一天晚上，你跟我说了一段我一辈子都难忘的话。你说，如果能回到20年前，回到20岁，你依旧会选择我爱的人，过同样的生活。我也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相濡以沫的感情，我才决定回来的。可我真没想到，你用尽一切办法叫我回来，就是为了折磨我，报复我，让我每天意识到在你面前我是个错的人，我对不起你。你说的对啊，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信任可言了。我在你面前人格已经破产了，那你何必呀？你何必那天还要说那样一段话呢？对不起，我不是想折磨你。我是在折磨我自己。我也不想这样。哎，大姐，麻烦您问一下，这家人去哪儿您知道吗？他们上市场摆摊了，你往市场去看看吧。哦，那成，谢谢您啊。没事。哎，拜拜。嗯。哎呦，宝贝儿真乖啊。走，老爸带你去玩去啊。走，咱们。啊，买花吗？啊，我也不知道。便宜的。这是两个，买点啊。什么生意？你就别跟我这儿还价了。老板娘，您这花儿怎么卖的？35。啊，35。你怎么来了？我这做了点饭，估计你没吃，你尝尝。不用了，我自己带的。啊，那还有，我听这个胖子说你每回进这些花要到30公里以外那花卉市场去，而且还骑这车去，这太没效率了。所以呢，今天我就开我那车，我给你啊进了一大车，能卖一段时间。等你卖完以后呢，你再告诉我，我再帮你进。你拿这么多花来干什么呀？我就这么大一块地儿，你让我放在什么地方啊？再过几天卖不出去，我往哪儿搁呀？这晚上搁在门口，万一被人偷了怎么办？你赶紧拉回去吧。城管来了！城管来了！快跑！快跑！别卖！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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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也是，你快去帮我探一下风，你看看城管是不是来了？哦，行，这城管长什么样啊？这个，哎呀，有那个标志的呀。哎，你快去吧！哎呀，去，快去！我去啊！不是，哎，这个我带我宝贝儿去，他不会把我们俩抓起来吧？不会，怎么样呢？去吧，去吧。不是这营是吧？ 还不行，别干了。你不懂这个赚钱。赚钱，这饭都赚钱，你也干吗？你看看看看啊！哎，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你跟我说，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我有手有脚的，我不用你帮，给我。真别干了！哎，给我，你快走吧。 你小子怎么跑的了？啊，我是找你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哎，不是伯父身体不好吧？不是，我自己的事儿嘛。啊，你过过过过过，干嘛呀？不是，你先不进屋说去。嗯，不用，就在这说就行。我跟你说。嗯，那个，什么事儿说呀？那个，就是我小时候吧，也不是小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嗯，那个，跟女同学有发生过关系。女同学。 什么意思啊？你搞大了？没搞大，不是，我是说你这事儿是不是搞大了？事儿是搞大了，就是后来就怀孕了嘛，怀孕以后就打掉了，没生下来。就是前一段时间同学会的时候吧，就又碰见面了。嗯，他现在呢，在一个那个县城里面就是生活，生活的挺差的。 然后就弄了一个地摊儿，城管经常去抓，我是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了，是吧？你这样，你就直接了当说你的这个想说的话，你需要我做什么？你是需要我出钱呢，还是出力啊？你需要我做什么？你说，我这不就是想管您借点钱吗？借点钱以后呢，我帮他弄一花店，这样的话就是整个都稳定一点嘛。而且他现在呢，还有一个小女儿。 不是我的啊，他后来又结婚了。吓死我了你！行，你小子还算有良心。行，那就这么着。我说，卡啊，还是原来那张。你留着用啊，分寸自己把握。这个原则是千万不要影响家庭。姓波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他要是知道这事儿。 你能猜出来后果是什么样？啊，我不会让他知道的。啊，我就是想赎一下我自己的罪嘛，你能理解我？我当然理解。不是，我跟你讲啊，今天这事儿就当我不知道啊，你也没来过这儿，听着没有？哼，你成，我就不演戏了啊。不然你们家静波谁受得了？你小样。
了一天的会，我终于可以喘口长气了。你知道吗？我现在特别特别理解你们。原来你们这个平时公费旅游的这些领导们也不容易啊。我发现你这个嘴啊，就是不饶人。有吗？当然。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这种味道，就是那种空气当中弥漫着一点点海水的味道，咸咸的味道，对吧？好像是有一点。喜欢就好。哎，这是哪儿啊？你看前面。那是哪儿？这是世界上第一杯爱尔兰咖啡的发源地。爱尔兰咖啡？我怎么没听说过呀？我只喝过 cappuccino, espresso, latte, frappuccino, flat white， 就是没听说过什么爱尔兰咖啡。所以今天带你到这儿来，就是来带你去尝。OK。怎么样？哇，喜欢这儿吗？好地道啊，感觉。而且我告诉你，这儿的老板也是我的朋友。是吗？对。哎 ，Jack， 怎么样？好吗？好好，还好。哎，真高兴你还记得我。老朋友了，怎么记不得吗？嗯，是胖了一点儿，是吗？有点皱纹，然后女朋友又好像换了。Jack， 啊 ，Come on。No。你是不是很多女朋友？没有 ，Just kidding，Just kidding。Jack， 介绍一下，陈景波 ，Jack。Nice to meet you, Jack. Alina, ver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啊，我听老李说你们这儿的 Irish coffee 特别好，跟我强力推荐。对，我们这里是旧金山最有名的咖啡馆，已经卖出300多万个咖啡了。要不要尝一个 ？Mac， 给我们来两杯最 mild。Yes, of course. Do my guess. Okay. Do my guess.Hey Lee, Hi. Your mild coffee. Thank you. Thank you. Enjoy. 尝尝看。OK. So strong. 这里面怎么还有酒啊？哦，对了，忘了告诉你。这儿啊，在100多年前就是离海边最近的一个咖啡馆。那些出海打船的渔夫回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这个咖啡馆来，喝上这么一杯热热的加过酒的咖啡，暖暖身子，大家聊聊天。所以久而久之呢，这儿就成了一个最著名的社交中心。嗯，我知道了。所以今天呢，天气比较冷，我们应该多喝一点，这样可以 warm up， 是不是？对呀。OK。丽，要不要两个人照相，然后给你挂在墙上做个纪念？哎，好啊，要不要照？可以留个合影啊。哦，对了，他这儿还有一个传统，如果来的朋友或者贵宾，如果在这儿拍一张合影留在这儿，你看，就像墙上那些，主要是以后来了之后，你可以凭着这个免单。真的假的？我也可以吗 ？Yes. Okay. Yeah, why not? Okay. Yeah. Ready? Yeah. A little tough, like a fisherman. A fisherman. Yeah. Okay. Wait.Now we'll do it. Yes, looks good. Yeah, ready? Ready? Yeah. One more. Great. Okay. One more. Yeah. Good. Okay. Thank you. 哎，你一定要给我挂在墙上啊！一定。然后你发 email 给我发过来。嗯哼，好吗？一定给你挂在墙上，然后老李以后就是过歪了我了。OK， 老李有事情喊我，好，我到这边。谢谢。我可不想耽误你啊。真的很香，很好喝。哎 ，Foreman， wait to see what happens tonight. With Foreman, you have to keep an eye on them all night. All right, I got it. Okay. Good luck, guys. Oh. 怎么样？还行吗？啊，很棒，特别香。嗯，哎，如果一杯不够怎么办？不够 ，OK， 继续啊。是免费的吗 ？Of course. All right, cheers. Cheers.
没事儿，好喝，我爱喝。哦，我太喜欢这个城市了 ，Love you San Francisco， 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舞姿多美妙。你怎么唱这么老的歌啊？啊？难道你认为 San Francisco 就像那时候的中国吗？应该不是吧。我就是觉得，我一到这儿我就特别开心。但是我要感谢你，因为如果没有你，我不可能这么放松，我也不可能这么快乐。开心就好。怎么，冷啊？哎呦，小心啊！来，把我衣服给你。我知道，妈，我最烦弄那个，就这个玩意儿了，摘这个干的。哎呦喂，你看你，费那么半天劲干嘛呀？直接把那叶子扎在这里，剩下那干子扔了算了。本来五分钟的事儿，你一下磨叽一小时。时间就是用来耽误的。你以为你抓紧的时间，其实不属于你。哎呦，你这话真够哲学的啊。你抓紧时间生孩子，生了吗？其实人呐，这一生，真的到了进棺材之前，你都不知道哪块时间是物有所值，哪块时间是被你糟蹋了。现在我要是不在这儿摘菜叶子，那我就到厨房去洗碗，洗碗的时候说不定那个柜子就把我给头又给砸了呢。你瞧你，这么痛苦的事儿，让你说的这么快乐。嗯，角度对了，苦就是乐；角度不对，乐就是苦。最近心里苦吧？嗯。别给自己找不自在，也别给你亲爱的人找不自在。说嘉平现在身体不舒服，还没恢复，你真的有个气他，他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你就赚了，这不是你要的吧？眼睛都哭肿了，哎呦，妈，你开导开导我吧，啊！哎，我现在烦死了，真的。其实啊，我也特别烦我自己。我没法开导，你走的路跟我一模一样。以前吧，我还想，可能我的知识面太小，没法排解自己心里那些个障碍。可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些女人的心跟那些什么读书不读书没什么多大关系。我现在都能感觉到，家贫过一个时间就能到女人那儿去。他已经去了，真的？你看见了？我感觉到了。有的东西真的能感觉到，可是感觉这个东西的，它又是很要命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它往哪个方向去感觉。比如说你这事儿吧，你赢了，男人回来了，家庭挺和睦的，你应该感觉到幸福了吧？可是你还是感觉到不幸福呀。哎，你说那个女的现在什么感觉呀？她能觉得幸福吗？应该不会吧？肯定不会，瞎折腾。幸福就是人心里的东西，谁也影响不了你，谁也夺不走她。比方说你爱家贫，家贫就在你身边，你不愿意离开他，那你就应该感觉到很幸福啊。如果他不爱你，他就是睡在你身边，你会幸福吗？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哦，他回来了，你往外推他，
他出去的你又往回拉，你怎么这穷折腾？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没有办法，真的吗？他吧一出去，我就想他去哪儿了。哎，他一晚回来吧，我又想，他是不是跟那女的在一起啊？他在家待着吧，他一看小川，我就想，他脑子一定在想那女的。哎呀，没办法，真的。你看看你这怎么弄啊你？心里装自己。男人这个东西，你不好意思，怎么说男人这东西不礼貌？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男人这个东西，叫男人这个东西也就不错了，没让他们不是东西。你就说男人这个东西吧，你还不能太在乎，你不能太靠着他，否则就伤了自己。嗯，哎呀，那男人就没有一个靠得住的吗？妈，我觉得我姨夫挺好的呀，你瞧我姨这辈子多幸福啊！哎呀，我要找着我姨夫那种男人就好。你姨夫？嗯，就他那么老了那种型，你相信他一辈子外头没事儿？啊？我姨夫外面有事儿？你有本事，处事不惊，就你表哥那些破事儿，要换一个妈，他不准疯了。人家呢，该吃该喝该玩，沉得下心来。哎呦，都是一个妈生的，人家怎么就能沉得下心呢？你怎么就沉不下心呀？还把这个遗传给我？你就不错了，你，你别看那金波那主。拿刀砍人的心他都有，家贫这事要是放在孙哲那身上，你试试看，非活剥了他不可。哎呦，你以为我没这心呢？其实啊，我也想活剥了他。哎呦，你可吓死我了你！怎么又来了？你说你来了也帮不上什么忙，以后还是别来了。我怎么帮不上忙啊？我帮你吆喝吆喝。危险呐、啊！这摆摊危险啊！有城管来抓呀！危险呐、啊！危险！危险、啊！别在这摆摊了，真挺危险的。城管一来呢，你就得跑，提心吊胆的。而且呢，这个冬冷夏晒的。我不在这儿，我能在哪儿啊？别的活我也干不了。所以我今天来就是跟你商量这事儿的，你看咱们俩合伙怎么样？咱们俩合伙开一花店，这个收益呢三七开，你七我三。花店？这开个花店得投入多少钱啊？红云满月才能收得回来啊！再说了，这还得交税费，交店面费。你以为花店很赚钱是吗？还三七开呢，别三七背债就不错了。那这样吧。这个亏了算我的，赢了呢算你的。你发达了？那你冲什么大头啊？我告诉你啊，我可不用你同情我。我这人呢是很认命的，这富贵跟贫穷都是老天爷注定的。我就算没有遇到你那一茬，我也会遇到别的茬。就比方说我后来的丈夫，这都跟你没关系。我就是想呢，来这个，怎么说呢，不是帮，想让你这生活呢能够稳定一点，不要这么风吹日晒雨淋的，而且还提心吊胆的。你不要总想着我是赎罪的心理，你这么想，咱们不是同学吗？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一下，不应该吗？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去帮别的同学啊？我跟你说，我可不要你的钱。哎呦，你看。今天这摆地摊到点了，我跟你说，马上下油吧，孩子放车上啊。哎呦，哎呦，好了，宝宝。
先上车避避雨啊。什么？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啊？你怎么不早说呢？啊，不是你，你跟我说清楚，是你看见的吗？我姐发现的啊，进门的时候啊，俩人正在那沙发上头。在干什么？据说是在亲嘴。你天天在家，你没有看到。反而让你姐姐给看到了，这事儿不都是你们女的发现了？你们女的对这方面的事情特别敏感，我们男的呢全都麻木。你跟我说实话，你当时在哪儿？你别骗我。我当时和吉泰正在外面遛弯，呼吸新鲜空气。那现在什么情况呀？我爸说了，跟这保姆呢要搬回他家住。这个绝对不行的，啊，在我回去之前一切要维持原样，万一出什么事儿怎么办呀？爸爸现在身体又不好，脑子又不好，啊，绝对不能听他的。哦，还有啊，你让那个保姆今天晚上就去厨房睡，你带着儿子守爸爸的夜。根本就不可能啊！我爸那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多倔啊！你不让他走，他就绝食。哎呦，你劝劝你爸爸呀！啊，我们现在不是说啊，不是说不让他搬走，这女的很明显是来谋财害命的。你说他万一要是回家，给爸爸这个饭里面下药怎么办呀？谁能负责任呀？哎呦，hold不住啊！这根本没法劝，已经劝不了了。喂啊，反正你就那什么，稳住了他，千万别让他走。哦，对了，你让今天晚上姐姐留在咱们家，好吧？万一有什么闪失，房子不一定归谁呢。我想好了再给你打电话吧啊，再见。拜拜。对不起啊。干嘛说对不起？其实我也和你一样，经常在半夜接到类似的求救电话，然后从美梦中惊醒。我的事儿怎么可能跟你的事儿比呢？我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能把鸡毛蒜皮的事情处理好，就能去治理一个市了。我还不如你呢。那不打扰了，我先走了。其实不要着急，好好谈，争取多为别人考虑，把自己降为零。你一直都是这么憋屈的过吗？那倒也不是，我是一个，怎么说呢？我更愿意站在别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身边的人，我的亲人和我爱的人不快乐，我也很难快乐。那你女儿呢？她平时不在你身边，你也没有办法不照顾她。她会快乐吗？我是这么想，如果我把我自己的女儿带在身边，却又没有时间去照顾他，去爱他，而他的外婆又在承受着失独之痛，再把他的外孙女带走，我想他们都不会快乐。其实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走了。想你。